泰国之旅的最后一集啦。咁几年咧冇嚟泰国，泰国咧就变得越嚟越好玩。唔经唔觉咧个旅程咧就系咁就已经完咗啦。咁上集咧就讲到过完特快通道之后啦，咁因为飞机 delay， 同大家一次过睇晒曼谷机场嘅贵宾室，包括有泰航啦、星航啦、土耳其航空啦、长荣航空啦、亚马航空同埋华航嘅。咁每一个贵宾室都有唔同嘅优点同缺点啦。咁未睇过嘅朋友咧，可以去翻上一条片度睇翻啦。咁今集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泰航商务舱坐 A350 由曼谷翻香港嘅体验。咁开始之前，大家记得订阅我啦，仲有揿埋隔篱个钟仔啦。咁有啲咩新片咧，就唔会错过噶啦。咁我哋就开始啦。咁过完特快通道同埋去咗咁多个 lounge 之后咧，咁 delay 咗一阵，咁唔经唔觉咧都上机啦。咁其实咧呢一班机咧同我上次由台北飞泰国咧系同一机型嘅，都系 A350 嚟嘅。咁上次去嘅时候咧就系夜晚啦，仲系坐中间位，咁嗰个位咧就比较适合情侣。咁今次我张婆咧就玩自闭啦，坐窗口位。咁其实啲程机都几爽啊，可以难得清静下，有一种自成一角嘅感觉。今次我坐呢个位咧系17A 啦，咁大家可能觉得同样都系窗口位，可以有乜分别啊？咁原来咧唔同行嘅窗口位都可以有好大分别，就好似呢幅图咁，大家就咁睇唔知睇唔睇到分别啦。虽然大家都系窗边，但系一个咧就比较近走廊，一个系比较自闭。咁近走廊嗰个位咧就有机会俾空姐撞到啦，容易啲。而我隔篱嗰个阿生咧，佢又坐17D 嘅，咁我哋中间咧就一个隔住咁咯。一上机咧就已经有杯 welcome drink 啦，咁呢杯嘢饮咧都几好饮嘅，酸酸甜甜咁。咁我不嬲咧都叫呢杯嘢做 purple drink。咁睇翻先知咧，佢其实咧佢就由碟豆花加啲柠檬汁咁 mix 出嚟。虽然我都唔知咩系碟豆花，不过呢一杯嘢饮咧我就嗌咗好多杯，必饮。A350 嘅机型咧就比较新啦。咁裝修咧就勁乾淨企啦，咁佢熄燈嘅時候咧，其實咧都展示出佢航空公司嘅 logo 一樣嘅顏色嘅紫色。咁啲程機採用咧就係121嘅配置啦，咁比早期以前泰航嗰啲222咧嗰啲位啊真係大好 Q 多。咁個電視下邊咧就有兩個 USB 嘅插電嘅，咁不過咧其實咧同個位咧就爭好遠嘅咯。咁我生得矮，用起上嚟都唔方便，下下都要烏低身咁去攞。咁如果其實擺喺隔離嘅話會好多。感觉上坐窗口位就阔落好多啦，咁唔知系咪可以望到出边嘅关系啦？空间感阔落过上次去程坐中间位劲多。起飞之后咧，空姐都准备派餐啦。咁因为短程机嘅关系咧，就冇餐牌提供啦。咁嘢食方面都有两个选择嘅，就系、是、虾同面啦，或者鱼同薯仔。咁我哋两个人分别就拣咗唔同嘅。咁我就拣咗鱼啦，佢就拣咗虾啦。咁所以咧就可以俾大家睇多啲片。咁你问我好唔好食咧？咁我觉得不过不失啦。咁我隔篱嗰条友咧，佢就话觉得个虾都几爽，咁可能咧佢都特别中意虾啦，同埋泰国都比较出名虾啩，咁所以虾都系一个冇拣错嘅选择嚟嘅。不过坐呢个位咧，其实都有唔好处，就系、是、咧其实空姐咧就好难行入嚟咧送餐俾我，咁因为其实呢个位咧都比较逼。咁唔知系咪因为我坐呢个位嘅关系啦，加上有气流啦，咁空姐送餐俾我嘅时候咧。唔小心倒到我成身香槟，仲要撞跌埋支水加撞跌埋支叉。咁虽然呢个只不过系个别事件啦，咁大家如果拣呢个位嘅话咧，都可以帮手空姐扶一扶个餐啦，等佢哋唔使咁逼啦。咁因为呢个位其实咧真系唔方便去行入嚟嘅。另外咧，个机尾咧都有个镜头噶，咁你可以喺个 mon 嗰度咧睇到佢起飞降落嘅画面啦。
咁我自己不嬲都中意喺飛機上面睇風景噶啦，睇得好開心。俾大家睇下佢平躺曬一個180度嘅時候係點嘅啦，咁佢就真係平曬嘅咯，唔係假 J 啊，假 J 真係嗰啲斜嗰啲，但係實真係唔係平嗰啲，我唔中意咯，自己就比較偏好180度平曬。已经唔觉咧，都搭咗几粒钟啦，都望到港珠澳大桥啦，就知道已经翻到香港啦。咁希望呢条片咧可以帮到嚟紧都会搭呢班机嘅你啦。咁无论你系一条友啦、独行侠啦，定还是两公婆、情侣、honeymoon 啦，都可以拣啱自己心目中嘅理想位啦。咁我自己个人感受就超中意呢班机啦。咁坐中间有唔同感受，坐窗口位有另一番感觉。咁特别系嗰个座位同嗰杯嘢饮啦，我都自己真系超中意啦。仲有太阳嘅服务态度都超级好啦，必定系我心目中嘅 top 5啦。咁今日呢条片咧就到呢度啦，中意嘅就记得 like 啦、subscribe 同 share 啦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